今後フル代表につながる選手になってほしいし、フル代表のチームがアジアの上位に行けるように自信をつける大会になってます。日籍教练黑田和生2012年受日本足协推荐来台协助基层足球发展，从去年东亚杯资格赛开始接任中华男足总教练，但在8月初日本一地训练期间，因为身体不适无法返台执教世大运。基本上我们球队虽然他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在这球队，但是基本上他的打法跟运作我们当然是有彻底的执行。即使总教练缺阵，中华男足赛前都会拿着96号黑田教练的球衣合照，带着黑田教练的精神在场上拼战。那黑田教练都是给我们一些正面想法，所以他给我们的精神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。虽然平常提醒我们就是要有点自信啊，因为我们代表着台湾的足球的发展，给我们强调说我们其实就是一些小朋友的榜样吧，所以他也是灌输我们说我们踢球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整个台湾足球的发展，更是为了小朋友的梦想而踢的。黑田和生教练相当注重球员的品德教育态度，相信对未来台湾足球发展有很大的帮助，也希望教练早日康复重返球场。